Google 港圈2023年度热搜榜公布了，这个年度热搜娱乐名人会有谁呢？前十名排行榜为：第十位周吉佩，第九位庄子璇，第八位梁朝伟，第七位杜如风，第六位何超莲，第五位张婉婷，第四位林作，第三位陈怡，第二微辣，而第一位由转战日本以惠利奈之名做演员的素海林夺得。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，好开心，我前阵子还疑惑我在另一个搜寻榜没进到前十，多谢你们告诉我这个好消息，我会继续努力告诉你们，我不是玩玩而已，我是认真的。当被问到有没有感到惊讶时，他回应，其实也没有惊讶，因为我真的赌上了一切。看来素海林对自己很有自信，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希望大家也能多支持他的工作。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素海林成功登上了 Google 港圈2023年度搜寻榜的榜首，让我们一起为他的成功喝彩吧。